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现在看到，其实核心舱的主要舱段也是被神十七乘组特意的装饰了一下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欢迎队友啊，欢迎队友。刚才呢，他们热烈的进行了拥抱，特别是，我们看到神十七乘组他们在这个打开门之后哈。 其实那个门和门之间的距离很短，是吧？是的。我们刚才看到神十七乘组，它是从核心舱的节点舱的镜像舱门打开。对。神十八乘组呢，是从从神舟的这个前舱门这块吧，轨道舱的上面这个门打开之后呢，其实他们互相就已经很能看到了。所以第一个进入到核心舱的应该是指令长叶光富，然后他们就和神十七乘组进行了热烈的拥抱。 哎呀，非常感谢啊！今天德仁州十七乘组这么热情的迎接我们啊，正在时时刻内心非常温暖，也非常感动。回想我曾经啊，也是在这儿工作了半年，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空间站，回到我们的太空家园，真的是非常激动。当前十七组你们已经在轨驻留了 6个月了，然后也很好的完成各项任务。那个目前呢，又把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太空家园照顾得这么好，所以说你们辛苦了，给你点赞。哎，栋梁，两句好。哎呀，看到你们状态比我们太好太多了，你们那些状态特别好，而且都变白了，说明咱们空间站其实很养人啊。哎呀，我们在地面就是一直 很关注你们，然后你们那个精彩的这个出舱活动，我们也是反复的观摩和学习，然后尤其是这个，出色的完成了首次太阳翼维修任务，这是给我们竖起了很好的榜样。你们的经验要多多向我们分享一下。哎，董子，好的好的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回想起半年前送你们出征时的场景，感觉还历历在目。 再过几天，我们还要接着送你们返回地球家园，然后我们赶紧趁着这几天，多向你们好好学习学习，让你们好好学习啊！咱们相互学习吧，我们期盼你们好久了，半年了，终于面对面的看到亲人了。我们的太空里啊，又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。 我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激动，你们来了，我们的太空生活更加精彩。叶子兄，您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厂吧？啊，这个，是啊，你看现在我们的太空家园都已经成为豪宅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工作、生活、设施齐全，各项物资井然有序。 我都忍不住想带你们好好转转了。对啊，后面几天我们有时间再慢慢的沟通交流，咱们要不先合张影，留下这个难忘的瞬间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合一下。来，刘大爷，好位。哎。 没看到你拍吗？啊，可以。我喊一二三，大家一起祝福啊！好，一二三，筑梦天宫，天地奋斗，中国空间站。